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旭子 Melody， 游戏 ID 是邀月姬，目前的伺服器在一区初登沙场。那目前天天都群英，它现在有四个伺服器的哦。那来看一下，一区初登沙场，然后二区它结义桃园，三区斗战群雄，四号目前最新的四区巧思连环。那如果想要跟小美一起玩的话，就记得到一区的初登沙场来哦。那目前呢，天天都群英有一个活动要分享给大家，在4月5号23点59分之前，那你到官方网站按赞，然后勾选抢先看，并截图贴到我丢的链接里面那篇文章，然后留下你的伺服器，还有你的角色 ID， 然后说明是小美的粉丝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送你一些虚宝，然后还会这样再从里面留言的人抽出三个，可以得到进阶单哦。那行动不如马上行动，赶快哦。然后我现在来介绍一下，我先来登录我的。那小美啊，现在已经29等了，就是很努力的在练等这样。那目前之前呢？我也就说进度只有到之前进度好像是到汉中还是成都而已吧，然后后来才发现江陵这个关卡要30人才能进去，所以小美现在还是很努力的在练的，就是一直在刷前面的关卡冲经验这样子，因为有些功能啊等级不到它没办法开，所以就是只能赶快再冲等，而且冲等每一等他都有送奖励，然后都有送元宝什么的，所以其实都很划算。你等级抽越高，然后奖励也越多哦。那目前呢，来教一下大家。那这是来看一下，这是我的主力蔡文姬，我现在已经把它练到十星了。那他现在带我过任何关卡都非常好用。那可是是这样，可是这样的话，他其实。我其他的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兼顾到，然后像他小乔，我只有给他升到八星而已。然后之前没有给大家，来抽，我现在还有一次没有免费蓝色抽卡，那我来抽一下看看好了。什么呢？陈普，这只我好像也没有，可是蓝色，因为这个游戏的卡片品阶是。绿色、蓝色、紫色、橙色、再红色。那蓝色的我通常都不太会用，我都是用橙色的或是用紫色的多，因为红色真的很难抽。不过我也有一只红色的刘备，那目前也是我的主力之一，因为我主要都还是用橘色的武将啊。那记得哦。要在4月5号的23点59分之前到官网是点赞，然后设定抢先看，然后再参照上面的格式留言，然后这样就可以每只要有留言，然后有那个截图就可以有虚宝，然后还有才可以再抽进阶单哦。然后，可是记得一定要讲是小美的粉丝哦，拜托你们哦，谢谢。